善心女抢救车祸小猫，3万网友赞，人美心更美。这只小猫掉的点滴的模样令人不舍，而这女孩就是小猫的救命恩人。上周她看见这只小猫在快车道被小客车碾过，她不顾危险立刻抱着小猫送医。小猫内脏出血，左后腿多处骨折，她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费，只好求助动保团体。志工看到她边拿点滴边呵护小猫的样子，忍不住拍下来po在脸书，短短几天就有超过3万个赞。网友对于她的义举十分感动，还称她是人间天使。也有许多网友帮猫咪祈福，希望小黑猫尽快好起来。小猫加油，人美心更美。动新闻，小猫加油报道。